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。嘿，你好吗？是我啦，想说打给你跟你问好一下，可是你没有接电话。你最近还好吗？哦，对了，豆豆还是像以前那么调皮吗？我现在都还记得以前每次我回到你家，他就马上跟我撒娇的那个样子。哦，我开始想念他了。嘿，有多久没问好？嘿，想起你的微笑，日子可好？会不会枯燥？还是有新的依靠？嘿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嘿，穿起你的外套，漫步到城堡，天涯与海角，那些回忆你是否还知道？挂着行李，这行李只能藏心底，很需要自己学会开个玩笑。我好想你却忍住不让你知道，保暖哦，不然你很快又要感冒了。那个我之前买的蓝色的围巾你还记得吗？那件特别保暖，在你的衣柜的第三格，你记得出门时把它带上。 OK。拜拜。